我是一名卧底，我现在正用枪指着一名警察，旁边那个指着我们俩的是个毒贩。一个月前上司死了，退路断了。我该怎么办？王他妈的，谁给我？谁给我？谁给我？不好了，这两天眼，有人告诉你。玩了？玩啊！怎么整？玩唠唠什么嗑？妈的，我就不信他总出。来，三张牌来，被捕完了，啥？牌赛。没完，大哥，没有就放弃吧。你牌大吧？这把多少？行，还行，都别跟了，来，对牌。哎，别大哥，正好挤你，不好意思了。打麻将，我靠，还比大小啊，大哥？你钱够啊？赢了拿去。这就来，有钱就行。跟上把一样呗。行吗？行，来，你说哪玩就哪玩，不信我总输，八大的，八大的，肯定就好了。八大的，闭眼在这给他赢了。我队伍肯定是上不了。至于吗，大哥？还不行，上不了，不行。非得上一下子。我上3333。9000呗。哎，哥。3000。好，去。玩个消停。哎，虎哥。我们到了。你们做好准备。啊，好。车呢？备好了。哎呦！Are you crazy?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out him? Only he can get us out of the country. 二虎哥，二虎哥走了，干他们的，给他报仇！带我们出见。
这里是指挥中心，请把南二尾三马路往北方向转为绿灯，保持一路畅通。把北路外环的车流疏解到102号。是。局长，吉昌高速货车积压。在仙马圈分流，大车避让102国道，我要求视野清楚。是。来了。Hey, put that away. 你说什么 ？Please put that away. Okay. 2天前在102国道发生重大枪击死亡事件，经本市公安机关调查，3名死亡人士疑似海外贩毒分子，2人因钝器重击死亡，1人中枪死亡，死亡原因正在调查中，如有目击者请与当地警方联系。来，让一下。周队，什么情况？又死一个。先去忙吧。能不能注意点？案发现场的抽什么烟？哎，知道，让头脑清醒就行。是要死的啊？嗯，怪吧。
哎，丹姐，舌头给我。怎么了？嗯，快快。有残留。可以啊你。要不是周大队长，白干了。让姐哥认真点啊，估计是个新鲜东西。来这干啥来了？我就路过。什么职业啊？我那什么 ，KTV， 我是那儿的。走吧，下次注意啊。哎，谢谢。这大哥，你没死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大哥，我就说你没死，他就说你死了。那天晚上叮当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就说是枪，他就说是车爆胎。那有多少车轱辘能那么响啊？火车呀！那你不也他妈相信了吗？最近哪儿货出的多？就这儿，大哥。我就不信我货能飞，帮我查查。喂，洗他妈什么澡？洗澡？我大哥在外面办事呢，没死，还他妈不信！我给你拍张照片，真是我媳妇大哥，你看。刘金山。认识啊，刘大老板吗？干大楼，盖地吧，哎呦，那实力啊！哎哎哎，这么熟吗？以前在我手底下当两天小弟。哎呦我的妈！啥时候跟你手底下干过两天啊？你以前不给人老丈人拉沙子，你咋认识的吗？那不头一回吗？第二回你不给人家酒吧当鸭子吗？那应该可能是第三回。嗯。什么都说呢？第四回，这次的行动呢，只有四个人知道，你、我、二虎还有小周。二虎现在已经牺牲了，唯独你这个爱徒朱勋，他最近经济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，他从银行一下贷出了60多万，据说。他是我带出来的兵，出了事儿，我扛着。师傅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进来。师傅，好，顾局。顾局。那行，我这还有个会，我先去了啊。好，那你去忙。好。结果不乐观，除了芬太尼和麻黄碱，别的都没测出。为什么？残留太少，氧化后还原不了，量不够。好，您先忙去吧。那我先回郑老师。啊。什么事儿啊，师傅，那么神神秘秘的。你老人家检查身体了吗？就乱吃药。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下去。听见没有？严肃点。哎，省厅很可能要问责。问责？啥事儿问责呀？102国道枪击案有我们的内线，套娃计划。国际深潜行动，保密等级3。3年前，国际禁毒组织
请求我们协助这次卧底行动。我本来要派你的，可你的底子太红，申前难度太大，这才改成了李成虎同志。他是怎么牺牲的？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医院太平间了。是不是队伍里有人泄密？如果有人泄密，第一嫌疑人就是你。师傅，你又吓唬徒弟。分割管理嘛，我倒觉得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少来这套，给我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的查，出现一点纰漏，我拿你十万。明白。把遗体送回来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人，这说明套中还有娃，线索没断。只要找到套娃，就能找到线索。别让我失望了。明白。备一辆冷藏车，要白色的，冷藏食品的就行，最好能藏药的。我们四个人，你不用准备吃的，我们很快就上路。还是4856，上次差你的1247，给你个整数，要快啊！三哥。过来，大哥。我让你俩查那事儿问了吗？查了，大哥，反正的啊。新产品，玩过的人都说欲仙欲死。最好的是警察查不着，验血验尿不好使，市场价炒到3000。能买着吗？买不着。大哥，刘金山的药老尖了，想玩行，你就是给他那玩，想带出去不好使。在哪儿玩都行啊，尝尝呗。报警！啊？疯了吗？你咋想的，大哥呀？咱们啥底你不知道啊，大哥？这么多他妈废话呢，让你报警你就报警。哈哈。够损啊！你玩不着，你也不让别人玩是吧？这我大哥，你是真他妈损呐！别忘报案啊！我要看热闹的。喂，是，是我，我去。妈，干嘛呀？瞅啥呀？你个土包子，看。是。瞅啥呀？哎呀，哥，老刘有好东西给我们，走吧。是。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妈那房子你不能动，我来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喂，喂。请，您说您呐，老也不上我这儿来呀，我不想你呀。哎，坐，哎，随便坐，随便坐啊。
哎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混得不错啊。不都您罩着吗？凑合事儿吧。是吗？哎，这啥玩意儿？你干的？我干。不是，哥呀，这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真的，我对灯发誓，我那天就是路过，我就打酱油的。刘总，刘总，滚！没看我这有贵客吗？警察把客人给抓了。这，不是哥你，这叫啥事儿啊？哥什么哥？又不是我带队。不是。那哥，你先坐一会儿啊，就去去就来，去去就来。出示身份证，配合一下啊。没带，没带啥，下一个，登记的。领导，哪位是领导？哪位是领导？哎，啊，那你，我是老板呢，您是领导。不是，您这干嘛呢？您瞅这一屋子人围的，手套都上了，我怎么做生意啊？你是经理啊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哎，说你这涉嫌容留吸毒，说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哪儿有容留吸毒？别开玩笑，这不就喝酒喝多了吗？我这是 KTV，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，同志。别开，警察，没带身份证啊？别拉，别拉我！你懂啊？出来。来，找好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地上去。周迅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特遣队怎么来了？联合检查，我们正在附近呢，接到群众举报，说有人吸毒，我们就来了。那小子，嗯，干好了，干啥？是我信任。有用。啊，两位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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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！谁是你大哥呀？哎，好好好，签个担保书吧。好好配合警方工作啊，态度要认真。你来，过来。好好好，喂，喂，行行行行行，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不就是10万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这太吵了。我把电话打给你，好好写，电话号写上。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，行行，走了，走了，新哥，今儿多亏您了。到屋，咱得聊聊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哥，来抽烟抽烟。哎呀，今天多亏你在这呢。来，哎，点上点上，没有你呀。完了，兄弟肯定被抓进去了。胆够肥的，在自己家出货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我哪有那胆儿啊！少他妈给我装！告诉你，以后出货我抽水，懂吗？哥，啊，我知道。啥也不说了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啊？行，咱爷呀，别抠抠搜搜的，再来两桌，给兄弟个面子，收着。哎嘿嘿，这就对了，来，喝点茶。哎，大伙要饭呢。行，都是兄弟的错，行吗？咱呐，今天也别客气了，您呐，听我解释，关键是。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呢。哥，等，看来是得跟我回去充个数。不是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是小姑娘，哥，都是实话呀。哎，对，哥，有啥事好商量。
后你这的东西我半开约他就在你这儿见，省得他害怕。哥走啊。根据情报提供的时间，周先生，您的银行贷款已逾期，请及时还款。在102国道实施布控，可是，在嫌疑车辆到达指定地点以北35公里处，被人半路拦截，车辆及货品失踪，留下3具尸体，死者的身份暂不确定。那现在我们只知道其中一名死者名叫彼得，国籍不详，在俄罗斯、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都有过身份。你还敢来呀？不过根据他身上的纹身，我们判定属于黑帮分子。这批疑似毒品在海关的物品栏中显示为实验类药物。925案件，在学院酒吧，一名女子因吸毒原因死亡，死者27岁，无业。我们在死者附近发现了毒品残留物。师傅。
杜轩，你是老李最得意的门生，你不能让他失望啊。更不能给警队蒙羞啊。我怎么让警队蒙羞了？你难道不明白吗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特别了不起，没人管得了你的事吗？你少过来这套！徐哥，少说两句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，我说的没错呀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管你怎么办，反正不能让你无法无天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周迅，周迅，周迅，你疯了你，周迅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，我也知道外面那些人都怎么说你，怎么议论你。老师哪怕到了最后一刻，都是相信你的。我也是，就算有一天你拿枪指着我，我都不会怀疑你。鲁金山，哟，吓我一跳啊！于姐这儿猫着呢啊！以后没你货了啊！没货，我这市场刚通开，你告诉没货，我卖什么去？开玩乐呢，你是不是跟我？谁呀？哎，你被警察盯上了？哎，不是大哥，误会误会，那警察，我们这个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扎我？你不是要货吗？这一针，免费送给你。我要货，我卖给别人的，你这扎我一个，你这不上瘾吗？这玩意儿，哎，我要上劲了。哎，两位，甭跪着了。真会选地方啊，荒山野岭，没有监控。别动，怕警察呀，妹子，那回家种地吧。你说呢，熊哥？你认识？聊聊。好啊。住手！想谈事儿，放下枪。看来我来对路子了。你才带了几十万，小事儿，我们聊聊。他死了，谈什么都没用。放心吧，这家伙他死不了。102国道，一辆车，三个人，是你们干的吧？是啊，怎么，这案子你负责？把车留下，再给我一批货，我可以拿个三等功。可以。以后，只有你和我，别人不可以。也可以，不过货只能从刘经理那里出，别的地方不行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图个安心。既然美女那么痛快，
我就送你一个安心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店还没有开门。没开门啊？啥咋进来的？那麻烦先生再等两个小时吗？那咋？这俩小时上你家住啊？先生不要为难老弟，老弟只是一个服务生而已。什么玩意儿？他妈服务生不服务生的啊？来来，怎么回事？谁呀你们？谁是谁？谁？你爹？谁？拦着他上！哎哎，这家伙。兄弟，何方神圣啊？你跟他们谁俩称兄道弟的呢？我你都不认识，也搁这卖药？什么玩意儿？药药的？说啥呢？脖子上那针扎得劲儿了。这事儿你咋知道的？不是，我看你挺尖挺灵这么个人啊。警察给你卖了。到底是哪行发财呀？别他妈跟我俩废话，货我这有，唠唠。嘿，李墩，阿雄来。哎，彪哥，快递。你出息了你啊！我说顾军那是咱领导，你跟他顶嘴，干嘛呀你？没控制好情绪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哎，行了，你就别撇了，甭搅和了。于姐，啥指示啊？钱呢？钱？你没给我拿货，我上哪儿给你拿钱去？周勋没给你货。你们敢跟警察交易，我可不敢。好啊，那我等着你。等等，于姐，你扎我那一针。嘴上，刘金山，你想好你自己的下场了吗？我的下场？我给你们提供场地做实验，现在你们实验做完了，什么我一脚给踹开，我，哎，切！那还他妈扎我一毒针！跟你没完，老子今天就好好跟你玩玩。哼，这可是真家伙啊！杜子娟要不把我要的东西给我，就等着给你收尸吧。至于吗？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。娟姐，我地盘，我想咋玩就咋玩。少废话，东西带了没？就凭你们几个。别别别！不想死了，就把东西放下。这
哎，这还拿刀动枪呢。小雨，他刚才怎么对你，你就给我两倍还回去。看着没有，上次就是这帮小大男人上呗。咋的了？就是我让，人家怎么让的？我也没说让呢。嗯。还领个啥吧你？行行行，你挨他。上啊，能的。来，带枪吗？没有啊。带炮了。放药买哪儿了？都埋那边了。没听着啊？是不是他妈活够了？让他进来吧。快来！整死我了！手下那人好好教育教育，财神爷都敢指，是不，妹子？这脸咋整的？哎呀，万圣节呀！帮你擦擦。这咋的？这么大老板，没菜干死呀？让你干了？老板了，横哥，替我报仇啊！我点上，我点上。哎，你他妈劫我那货放哪儿了？我说刘金山怎么敢对小雨下手？原来是你在背后。张浩，我查过你的底，你是二虎的马仔，你都跑了还回来送死干什么？你是听不明白中国话吗？我货呢？货你拿了也没有用。刘金山，我真想不明白你怎么会和他合作？哼，你看那姓周的眉来眼去的，根本没我份儿了。那浩哥，浩哥手里有原料，二十五箱呢。你那嘴咋这么他妈碎？像个狗。不是，手里居然还有原料。你怕啥？你可真好骗，看来你真不适合做这个。二虎哥货，我这呢，你呢就是个零头。成品搁哪儿呢？看来刘金山都告诉你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这样吧，这东西你拿了也没有用，一家便宜两家赚，我们找周警官聊聊。大家图财嘛，没有必要争个你死我活的。你他妈拿我当小孩呢？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实验室看看。记住，一定要按照程序去做。通知法制办，让他们去盯着点。哎，顾军。好，那你先去吧。嗯，这里是我刚收到你的快递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。好，谢谢。哎。局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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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局长，啊，哎，刘勋呢？
不知道呀，我这不也正找他吗？过来给他送个报告，也不见人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勋哥弄来的，说是什么特殊渠道，不让我打听。局长，你看啊，我怀疑是某种药物在合成。你过来，这个你看一下。周勋前段时间一下在银行贷了60多万，关键是最近几天啊，他一下又还了10万。你看，他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，我怀疑他这笔钱的来历。局长，这些照片也不能说明什么。你不会是在怀疑周勋吧？我不是怀疑他，关键现在发生这么多事儿，让我没有办法相信他。他这个人做事你也知道，一向不守规矩。咱们同事这么多年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他不说就有他不说的道理。勋哥这个人确实有点不按常理走，但他不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。咱们都是一个老师带出来的，同生共死这么多年，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他是什么人。关键现在他收人家钱了，不行，我得当面去问他。周勋，病啊你啊！干什么你？你们俩干嘛？大哥，你先走。放手啊！放手！让他们……听不到是吧？我让你们放手！我的事儿。不用你们两个管。干嘛呢？跟你去啊。跟我去干嘛呢？保护你吗？啊，我俩不怕危险。杜子娟实验室去过没？去过。再去一趟。帮我摸清了啊，到时候我知道我该往哪儿跑。嗯，走。干啥？跟你去吗，大哥？说好了吗 ？Police 啊？谁 ？Police， 啥玩意儿？有警察。啊，那你自己去，那你自己去吧。别的啊，去呗。我有事儿呢，大哥。真有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我妈在家给我要二胎呢。你干啥去？不是，没有我这能要吗？姐，为什么一定要张浩去送货？张浩只是一个贪财的小人物，无关轻重。我只是想看看这个姓周的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如果只是一个没胆色的小警察，也就没什么价值了。李警官，行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
还带了朋友啊。三位大哥，别动刀动枪的呀！滚！好。你他妈到底是谁呀？没认识。被你看出来了。为什么跟踪老子？俺俩他妈谁跟着谁呀？周先生，为什么我每次见你都要动刀动枪的呢？他是你的人啊，浩哥是当晚102国道唯一活下来的人。把遗体送回来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人，只要找到套娃，就能找到线索。哼，老子以为那天晚上的人都死光了呢。命硬。两位大哥，我们坐下慢慢聊。杜小姐，你们怎么搞到一块儿的？不是要杀他吗？缘分。我们大家都是同路人，要想发财，还得靠浩哥给我们提供原料。浩哥，啊！喝不惯啊，味儿杂了。三位大哥，今天你们慢慢玩，我们明天再聊正事儿。来，姑娘们，有活动，好好陪陪哥哥们。快坐下。包，在这干什么？周队，嗯，得同事，哈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我铁哥们的妹妹李丹，也是我发小，是刑警科的。这位是黑龙江公安局的张队，啊，那位，昆明云南戒毒总队的田哥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来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李正那小子？别愣着了，赶紧给两位哥哥打个招呼。张哥，天哥，啊，这丫头从小脾气就倔。别愣着了，这张哥、田哥来了，我得应酬一下。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这种地方女孩子不适合啊。天哥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面熟啊？Ooh.
咋了，兄弟？我还是不放心，回去不亮他。兄弟，我脸上，我去。我相信你，你没看到阮天雄要拿枪打死他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他。勋哥，小丹，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？一个女的。肯定是杜子娟下的扣，医院怎么不能去？坏警察，敢陪我玩玩吗？小丹，扛得住吗？没问题。啊，我知道那是药，不是毒品，但你要告诉我，杜子娟给刘金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其实那就是药，他们火这一加工就是毒品。药品再合成，跟我当时判断的一样。刘金山说你手里还有25箱，那是我骗他们的。够贼的你小子！我负责让他们出货，你负责实施抓捕，货一出就抓人。勋哥，数据，关键是数据绝对不能流出去。剩这么长就给扔了，他妈家有矿啊。Hello， 根据激活码激活的数据，套娃计划
李成虎同志的下线就是张浩同志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我们具备抓捕条件。为保证没有原料流出我市，张浩在监督杜子坚用完最后一批原料后，会由张浩同志伪装送出。车上的押运人应该就是袁天雄，我们计划先控制袁天雄，然后围剿实验室。来，妹子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浩哥你就交货吧。你不去啊？我累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哎，也是。老妹子，叫你。陷到老子头上来了。操！姐，他们真的上当了。想骗我，不管他们的身份是真是假，二十箱原料本来就不可能。杜勋，杜子坚的车已经离开四平。顾军，我现在想办法把杜子坚引回来。好，我们随时接应你。周勋，娟姐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要货，你要原料，你敢再骗我，怎么了，姐？我就彻底断你财路。还真有二十箱原料。停车。亲爱的娟姐，我们公平一些，你把数据和配方给我，我给你十箱原料，然后大家各自发财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现在只有我手里有货，要么合作，要么我找人重新试验。好，你把东西送到我的实验室，我给你配方。好啊。姐，不好吧，我们已经有三箱真正的成品了，没必要回去了。十箱元气，那就是三十箱成品，那得值几个亿啊。对，富贵险中求，如果他找警察抓我们怎么办？
这家伙杀了同事，现在又杀了张浩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们回去。我们即将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毒贩，为了侦破这个制毒贩毒的集团，我们内线的同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还是那句话，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。我要求你们这次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是。欢迎我周某，太赏脸了。你就不怕我干掉你吗？既然我敢来这里，肯定是有所准备。我这手只要一松开，大家都得死在这儿。不信你可以试试。我怎么会不信呢？要不然我也不可能会跟你合作。就喜欢和聪明人做事。布局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呗。李正，所有目标物证都已齐全，可以实施抓捕。交易完成后，我离开这里2公里，遥控器自动失灵，大家安全，各自发财。有警察！快走！
等等，走，在那边抓住他。杜小姐，看来这回我们真得好好聊聊了，嗯。都办完了，办完了，大寨主。为了这10万块钱，整个警局上下都议论你，我还真担心你处理不好。干大事，不拘小节。所以你当时跟我借了10万块钱，是怕杜子坚怀疑你，拿去抵你银行的债吧？当时特殊情况，我只。恭喜你升职了。啥？周队，无间道啊啊！3年之后又3年，那套娃计划不结束了吗？还套啥呀？怎的？